老额头的 T 型房车，兄弟们，个人一手车，21.8万，看车，3.0T 柴油自动挡的，2021年40,000公里，个人一手车啊，6座，3张床，我的乖，这个布局啊，兄弟们，这里还能躺人呢，这个前面是一整块的客厅，后面是子母床的上下铺，48伏锂电，10度电，双发，1000的太阳能板，洗衣机、冰箱，整体的一个槽房。户外还有，长度5.9米，宽度2.3米，高度2.9米，蓝牌 C 照自动挡的，个人一手的，非营运的，没有报废期的，节假日免费的。这里是户外的柴油抽拉灶，上方是户外遮阳棚，这顶上是48伏1000多太阳能板，铺满了，整个是模块化铺满。刚才配置都听到了吗？48伏双发，1000太阳能板，10度电。多媒体、卡拉 OK、洗衣机、冰箱、大沙发全部都有，这里还有一个电视机啊，横屏的，很舒服。6个座椅、3张床的布局，电动的卡座放下去可以平成一张床，柴油暖风、空调、储物柜、行李柜、冰箱啊，全部都配。这冰箱是新的，没用过。上面是橱柜，后面是床，这个床的长度自己看，2米。睡2个人轻轻松松，上面还有个单人床啊，睡1个人，下面睡2个人，这叫家庭版的布局。洗手间，这里贴的指针板，它开车的时候不会异响。电动粉碎的马桶不用去倒，兄弟们，这个马桶啊，它下面有个直排黑水箱，把它打开就可以排掉了啊。双线的换气扇，独立的淋浴花洒，180升的清水箱也足够你2个人、3个人洗澡用。房车还给你配上22拍的音箱，先锋的功放，唱歌老带劲了。这边还有点歌台，这边看着唱。爱旅途的上装，21年个人一手车，实表40,000公里，没有什么事故啊，原版原漆。小的蹭擦可能有点，但是暂时我没找到，找到了我跟你讲。嘿嘿，21.8万。